你好，我是律师，通知您有一笔遗产继承，一笔股份，市值为1234万。诈骗电话挂断的，我是最佳社团指导老师欧老师。你好同学，这么说你是来干一番事业的吧？哼，别搞错了，我才是最佳社团指导老师涂老师。这么说你想来掌舵一个社团是吧？敖老师，你就是这样一副不靠谱的样子，才会一直都做不好工作，无法晋升。老师，你就是因为这样从来都不顾及他人感受，才会一直没有嫁出去。小子，我看你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想必是个人才，我来指点你一下吧。看着就不靠谱，还是听我说吧。你看起来是个好苗子，我会好好指导你的。好几家社团的指导老师，可惜时运不济，现在这几家社团都只剩空壳子了，就等你挑起大梁。我知道如何让社团广受好评。
根据我的观察，王牌社团的社长可是很受异性欢迎的。可惜我以前读书时没这么做。我想，最佳社团指导老师的头衔也可以为我在婚姻市场上加分。选了我，我将会指导你如何选择地点开展社团活动，帮助你飞速提高人气。在这个万众创业的时代，你当然是要新建立一个新社团。我会指导你如何把握住人们的需求，抓紧市场机遇，打造一个王牌社团。这样，你就能成就一番事业，拥有漂亮的简历，甚至出校门前就腰缠万贯。而我也可以成为最佳社团指导老师，晋升加薪，拥有光明的职业前景，不错吧？双赢。选了我将会向你提供大量物价信息，帮助你赚取社团资金。少年，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我这里准备好了五个最适合你发展的社团，都是当下这个学校里最稀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强、有着良好潜力的选择。不过因为缺乏资金，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发展。总之，先带你去看看这几个备选方案吧。传媒学会，研究自媒体和广告投放。许多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学会搜集信息，知道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或者是成为大 V。传媒学会是个很好的历练场所。可能只是对这个社团比较反感而已。好，我们走吧。青年志愿者联合会是学校里的公益组织，积聚起有爱心的年轻人，一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回报，成就自我。可能只是对这个社团比较反感而已。好，我们走吧。
漫，在年轻人中具有广泛的受众，这已经不再是小众文化了。动漫社团以动漫、游戏、女仆咖啡厅，还有偶像与直播为主题特色。可能只是对这个社团比较反感而已。我们走吧。少年，你确认要承接这个社团吗？恭喜，你现在已经是这个社团的负责人了。为你的社团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吧。挺好，这样才真是负责人。带上这本社团经营手册，回去好好了解。我认为最近三周之内在这个地点开展一次活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具体哪周我也说不清。
佩，你居然拿了教主的信物，救出来！等一下，教主，这人偷了你的徽章。不是这样的，你先走吧。有点羞耻。谢谢。那也不要举那么高，欺负别人个子矮。少想流星许愿给我一个，干嘛一脸不信的样子？这是从国际天文联合会官网下载的流星观测记录表格，填写后需要拍照上传到国际流星组织。是我，银元星。